Hello， 有宝宝想看甲片延长，那我就来更新一个吧。首先要把本甲剪短，但是不要剪秃，然后用砂条的细面来刻磨甲面，选择适合自己的甲片，加胶水，量不要多。我是从指尖向后摁压，让胶水流过去，注意停留10秒钟，不要松手哦。胶水干后就可以剪甲片修甲型喽。我这里修一个尖形，甲型修好后要用海绵抛把下面的甲线给带掉，然后再轻轻带下甲片与本甲的接缝处，让它更自然。泡沫完之后就可以扫去粉尘，然后上底胶啦。包边的话就带过包边就可以，不用刻意去包。底胶照灯30秒，然后取模型胶给甲片做一个加固。模型胶取好后放在后缘位置，以打圈的方式轻轻涂抹，然后向前带。模型胶的话就照个1分钟或者是1分半的样子吧。照灯后擦去甲面浮胶，然后用砂条把甲面找平，找平把粉尘清理干净就可以做款式啦。半天跟全天相比就选择半天，不用担心后缘长出来会挂头发，而且还可以二次利用呢。